大家好啊，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厂房呢是万和电器的，这是那个燃气热水器，中国应该是销量第一名的这么一家企业，在广东佛山啊，佛山的高明区。我们下面一起来看一下啊，这是在这个厂区的上方啊，这个厂房的上面都是太阳能板的，周围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都是鱼池啊，都是鱼池。我相信他们厂区里面的这个食堂里面，应该鱼的品种应该不少啊，都应该都是很好的品种。周围的环境非常好，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。啊，这看万和热能科技的领航者，看它这个厂房的旁边就是一条河啊，这个河流特别的漂亮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应该它这边这些区域呢，应该这边是它的新厂房。啊，然后这里还留了很多的空地啊，给它有足够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和拓展空间。可以看一下它周围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建筑啊，它是独立在高明区的这个主要城区旁边的啊。可以看一下啊，这边的话，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像是一个村庄啊，但是它这个厂区周围，就是隔离开，这边是一个小的城区啊，小的城，这边是都是一些新建的一些住宅，新房啊，然后美的置业的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，新房的房价是5000到7000块钱啊，高层啊，5000到7000，还是很便宜的啊。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海天味业啊，就在这里，海天味业离得很近，离得非常近。啊，但是海天味业是2700亿的市值，然后万和电器啊这种的话就只有70几个亿啊，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啊。这是消费类的，这个呢算是消费电器吧，电器类的啊，白色家电啊，这边就是叫将军山啊，将军山，可以环绕一圈看一下，这个目前能看到的都是鱼池啊，自然环境真的很好，非常好。然后门口的话有条大路啊，大路，然后往这边远一点的地方的话，这里有叫广明高速啊，就是然后再往左边一点点啊，往左边这个区域呢是珠三角环线，所以说它还是这个交通非常方便的，非常的方便。看一下这个厂区的周围，大家看看，你在这个公路上开的时候你感觉不到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呢，我无人机一飞起来，我去，我说这环境太好了，这个真的是非常好，可以看一看这个周围，这个我一上来一看，我觉得以为是种小江南啊，然后这边是鱼池，然后远处就是山啊，特别的漂亮，可以看到这个周围，它是周围离得最近的就是这么一个厂房啊，然后这边是城区。啊，城区这边应该是新区，啊，老区的话是在高明那边啊，高明那边有一个叫，这个高明碧桂园啊，它的，这个也还算是当地比较中高端的一个住宅，大概是在8000块钱一平，也算是比较便宜的啊，算是比较便宜的。可以看一下这个环境，环境真的是无敌了啊。对，这个现在就开始下来。这个地方你看叫万博电器啊，不叫万和电器，就是正对着我开过去那条马路呢。这个大楼的正面叫万博电器，万和反而是侧面的啊。一开始我还没有找到，绕了几圈啊，然后门口还在修路啊，然后才找到啊，看到他们厂区的侧面啊。然后我拍摄的时候是十一期间，能够发现这里依然是有很多的车和人在走啊，就证明这家的这个工厂还是在有一定的这个生产线是开工的，这时间大概是在下午的4、5点钟啊，在那个下班的时候的附近啊，可以看到啊，万国电器，万国电器，好，我们今天就看一下这个万和啊，万和热水器啊，它我查了一些数据啊，在这个视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然后
它的销量最高的是燃气热水器啊，热水器是市场占有率第一啊。然后它的18年的热水器的销量是31.55亿，毛利率是36%啊，还是挺高的。啊，然后刚才那个海天味业那个毛利率是40多啊，那个利润率更高啊。然后这个18年的厨房电器，它的销量是28.5个亿，毛利率17%啊，证明还是这个热水器还是利润率高一些啊。然后它的市值是71个亿，然后员工是5400多人，然后18年的净利润是4.2个亿啊。所以说这个的话，71个亿的市值赚4.2个亿。海天是2700亿的市值，只赚41个亿啊，说明大家还是对于这种消费类的这个企业会更加的喜欢啊。好吧，就啰嗦到这里，好吗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万和电器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